梦溪元宵皮获取方式。不得不说，小王这个年赚的是盆满钵满，所以良心发现给大家做了一款勇者皮免费送。这次神梦溪的卢武少年做的就非常的不错，兄弟们，不是说我想夸他，主要是这玩意免费的，我想黑都黑不动呀。而且就在刚才，小王已经公布了他的获取方式。简单来说呢，这次神梦溪的活动就是灵宝集市 2.0。活动期间呢，会有两个自选大奖，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直接获得新春许愿币进行抽奖。那个兑换是真的恶心，猫哥我有一次只有300 ，mad， 我抽他个锤子。开抽之后呢，从第五抽开始就会有几率开出皮肤大奖，第八抽必得皮肤跟回声特效。简单来说，每日任务估计就是给你几个许愿币，让你慢慢抽。毕竟活动23号开始嘛，3月9号结束，这么多天的活动，总不能让你一天都抽完了吧？